连接着合家区和将军区的花庄桥，10月15日举行通车典礼。这条地方上建望真久的花庄桥，因为老旧加上桥面伤过低，过去若是拄着风台大水，交通倒来登去。伫个地方含着市府的合力推动下，新的花庄桥不但跨度有15米，而且拢无做桥墩，唔单是安全，而且阁美观。这条桥原来是10米，哦，啊边啊搁一个水管桥，爱最大。原来渡桥最大的缺点就是讲，拢总有九个桥墩，有九个桥墩，九个桥墩挡伫咱水内面。咱人咧排水吼，干桥墩就所有水流拢挡死吼。所以咱即马改建这个新桥，拢总15米，跨度15米，比原来加5公尺，无大近，咱126公尺，全部无落墩吼。你老用迄两边，你来看卖，这土脚拢无桥墩呐。最重点就是讲，咱改建这个桥的原因，就是讲咱把这个桥将宽1.6公尺，吼、哦，差不多一个人，吼、哦，走一个人的宽度。主要是要讲后摆这个水来，不管偌大的水，咱这个桥桥面拢袂去淹着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这个桥真大真大的特色。河川建堤，啊，除了咱花庄桥以外，他局长哪有讲起？哦，拢将咱去甲水利署，甲咱码头排水，哦，甲摕5亿外万，包括柯寮桥、金里桥、溪州桥、大溪桥，包括花庄桥，哦，拢将5-6亿。所以最近的这个康瑞台风，哦，虽然无入境，但是带来真大的雨，客家，哦，客家应该讲大家有进步吧，哦，淹水无遐严重吧。有淹啦，加减有淹啦，吼，应该是加减有淹，但是无像淹过安尼吧，敢不是安尼？哦，无咱乡下互相鼓励就好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淹水的问题是我做市长上主要的政策啦。我一直认为淹水问题无解决，哦，卖讲要发展啦，咱市民的生命财产嘛无人保障啦。因为将军溪的整治和6条桥梁的重建，罗市长讲，康瑞丰台是客家区无食水，就是上好的检验。伊相信这条水搁离边，而且正安全的花庄桥，未来一定会当吸引真侪人来遮散步、佚佗。你所讲的康瑞台风的时阵，咱客家平安无事，但是阮北门爱搁加强吼，阮北门无木树吼，我希望市长吼，即摆遮拢做好啊，即摆咱客家无食水。将军也无食水啊！啊，阮北门即拢食水哦。我希望讲啊，市长对嘛对阮北门哦，稍微关爱一下吼、哦。客家啊，北门整个就是讲吼、哦，咱的烟花吼，当、哦、讲啊，非常的美轮美奂啊。啊，咱要拜托市长吼、哦，咱将军去做好，未来咱烟花节吼、哦，会当讲咱市府会当讲较用心的，会当讲让咱的百姓在运动。会当讲欣赏着咱将军体的水啊！他如果咱蒋议员咧讲起这个两边边的景观呐，哦啊，区长也在这里吼、哦。以后咱这条将军体这吼、個哦，看我能像宜兰的东山河，吼、哦。其实我咧看台南市吼、哦，这段上界有条件，咱才像宜兰的东山河。以后呢，安尼个大家安尼共同来拍拼来合作，啊，真正变一个观光的好所在。像东山河这款的目标，安尼来奋斗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啊！另外，罗市长也借着今仔日这个场合，宣布另外一个好消息，迄就是台84线延延到客家这段，10月20日将要来通车咯。啊，这个台84号道路，啊，本来专长是要按北门到玉山嘛，吼、啊。啊，伫个今年底，吼、啊，今年底，就会当经由咱客家，啊，这个。啊，客家这个排水桥吼、哦，经过排水桥，啊，到客家交流道落去，会当通到下营系统交流道，吼、哦，这段10月20日，啊、哦，84号道路，吼、哦，要通车，吼、哦。3、2、1，华中桥通车结彩。那我们庆贺我们华中桥啊，美轮美奂的一个通车，我们迎来迎驾一道顺利平安。第一位通车典礼精彩了，罗市长嘛含着大家做伙来行上桥面，欣赏街头画面美丽将军溪。